界的祸害之一。真是不像样的祭品。我不住在床底下。我来。刺儿，刺儿，走呗。刺儿，不灭。哎呦我这，你怎么的呀？刺儿。刺儿，刺儿，耶！我这狗熊，先吃个药啊！这狗熊有点猛。再刺儿，大笨熊，一会儿看看俺俩谁大。踩，沉默，刺儿点燃，刺儿死了，咋了吧？我有点燃。没用啊，这踩要小兵打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踩干嘛了啊？我啤酒人搁旁边呢，小伙子走了，回家了。你是狗熊，我就直接爆炸。你那很可惜，你现在不是狗熊，你现在只能在直播间发弹幕，而我是这个直播间的老大，我完全可以把你封掉，所以你给我注意一点。这个传送可以啊，就是这么大的官威。沉默，刺儿，踩，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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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抬，沉默，踩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。我马上升了啊，小伙子。踩死了，沉默啊！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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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闪现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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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！吃一口熊掌，蒸熊掌。真的有人吃蒸熊掌吗？熊掌一定不好吃。
要不然熊就被圈养起来了，就会整成一个养殖场。起，走了呀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没来人啊，这也呀，来人了！我还得踩你一脚回家。熊不好繁殖，是吧？先来个日盐，主要还是不好吃。人类对于吃的东西的渴望是很大的，好吃的东西一定都会给它制造出来。怎么的？这沉默刺儿刺儿抬开大刺儿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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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已经吃了两头熊了。沉默刺儿刺儿抬走呗，刺儿刺儿先跑一手，抬刺儿点盐，刺儿沉默刺儿。这是第三头熊，牙锁来了，抬沉默刺儿刺儿刺儿抬。我跟你说啊，马上三秒钟我有大，你别野我，你野我我就吃你，谁野我我吃谁，我看谁敢野我。我抬你去啊！大虫子其实还是输日炎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为了让我们更大一点，抬刺儿刺儿沉默刺儿。刺儿刺儿刺儿。俺是大宝宝，我们略微有点无敌了。抬刺儿刺儿沉默抬 A 蓝不够了怎么办？哼，我吃小兵，拜拜，回家了。双火护手这把配布甲还有点小啊，蓝脸汉
有点小，还不够大。等我膨胀一波，这波收兵我给你满分。沉默，刺儿，点燃刺儿，再刺儿。我踩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你咋那么装备呢？还在那这一来一去的，踩。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啊，勾引一波，看他来不来。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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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勾引成功。别上路。沉默，刺儿踩，狗熊好像有点心态爆炸了，这狗熊。现在我们啊，一定不能让维恩起来，谁起来都行，维恩是不能起来的。这玩意儿能克死我们，千万不能让维恩起来啊！踩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 ，A 不灭，踩，沉默。插个眼儿，什么东西可以让维恩打不动我们呢？冰心儿吧，要不咱先来个冰心儿，既有减息地，又有蓝量，哎，又能减攻速，让维恩 A 不出来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可太秀了，没有。我再吃个小兵，走回家。还吃几个小兵了？你上路把塔守一下吧。哎呀，算了，这边要打团，那我们打一波吧。维恩，维恩，杀维恩！哎呀，这打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踩一脚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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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维恩可不好，不好办呐！来，跟我打这个。我们把这吃了啊！一会儿能吃1100，出个冰心儿行。
铺个冰心，然后我们再搞一个板甲，冰心板甲。哎，这维恩没出盾弓还行啊。完盾。稍微大一点了啊，稍微大一点了，但也不是那么特别大。沉默啊，能不能先把塔拔了？能不能？踩沉默啊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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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，哎，沉默，点盐，刺儿，刺儿，踩，刺儿，闪现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踩。刺儿咋那么肉的呢？那狗熊都杀哪去了？那狗熊，狗熊怎么都要杀，要给我们家人全杀了呀？这狗熊踩维恩来了啊，我们找着狗熊呢。你踩沉默刺儿，我吃个小兵吧，差一层十层。跑的穴位有点慢啊，走回家出个板甲去。先别打啊，先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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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在呢啊，我没有大招。跑的太慢了就容易被风筝。我来个红 buff 吧，哎，咱把这狗熊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中路回打，漂亮，踩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娘娘，哎哎，我的熊，我的熊没了，我的熊掌没了，哎，可恶的锤石啊，真是可恶啊。踩，沉默，踩，哎，这百分比掉血，这不错。沉默，踩，一定要先杀维恩啊！沉默，踩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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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沉默刺儿咬，刺儿踩，这维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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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人有点太多，你不知道这被把谁给吃了刚才。刚才把谁吃了，我们吃的谁，我都不知道我吃的谁，我这把谁给吃了，好像把牙锁给吃了是不是。狗熊吗？哦，我把狗熊给吃了，没看见人，人有点太多了，呼一块儿了，不知道吃的是谁。巨酒，先把反甲出了吧。
聚酒也要大腰带，没事，没办法，那维恩这个英雄我们没有闪现比较难杀。谁打小龙？我的捡西地看起来有点低呀、啊。我把它吃了，我又大了一点，我又感觉到我大了一点。等个 buff， 等我闪，我没闪现不好杀，等我闪现。哎，沉默先杀维恩，闪现咬死。哎，维恩一死我们就有点无敌了，我们干吧。沉默刺刺，维恩一死就完事了，基本上就没有人能打得动我们了。还是不好打，你知道吧，没有兵线了，拆不动了，走，那维恩五秒活了，拆不了了，他们家有大龙 buff， 算了。不好打，我没有闪现杀不了那维恩。我又大了一点，看着吗，我又大了一点，我再大一点，我还没大呢啊，等会儿，一会儿我再大，一会儿我升十六级了，我们再大一点。帮我杀维恩，一定得杀维恩啊！冲！杀维恩！踩！沉默，先吃狗熊吧！踩！哎呦，不行了，溜，三换一，你吃药啊，你着啥急，我十六再吃药啊，我现在吃药没啥用。我大不大？好像没怎么太大哎。只大了那么一点点。
像现在其实打团吧，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争的。你要想团，那就只能上人家高地跟人团去。那别人家高地肯定是阵型非常好的。沉默为金，致命减员，刺儿，随便吃一个吧。刚才那维音被我 A 一下，我就可以直接咬死他。被我 A 一下，我就可以直接咬死他。我们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哎，这也能滚着这粪球子，踩刺儿，刺儿，踩跳弹，沉默，刺儿，踩，这维音杀维音，沉默，踩，哎呀，打不着啊，这也。完了，大龙又被对面打了。其实应该打大龙，你知道吧？应该打大龙的，这波不应该的去打。这波再跟对面打，又得上高地。维恩没杀了，第一时间没把他杀了。这按道理来讲，这个维恩应该会死得很快的，他没有盾弓，杀得好慢啊。哎，巨型九斗蛇不是拿这个除吗？巨九拿什么除啊？啊，是先拿这个。算了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波兵，我就不抢你的了，拉倒吧。慢慢来，不着急打的事。这边要有大龙 buff， 我们就 B 站一波。来来来来来，中路愿意干了啊！辅助死了，来守一波高地。哎呦我操，这怎么射那么远？哎呦！好烧啊，这维恩好烧。算了吧，不行不要了。差一点，差一丝儿血。弩弩有大，我用我的命给他换了，守一波基地吧，别死了，别死了啊！完了，全死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死光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他们推不了，那酒桶，酒桶有大招，炸呀，直接炸呀。
辣眼睛啊！酒桶稍微有点辣眼睛。